最後入閘，快樂生活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五場三班16.50米，香港鄉村俱樂部挑戰杯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間位置萬事醒快啦，響入邊粉紅衫大英雄係咁搶啊，出邊仲有兩隻就紅運戰士，最出咧黃衫嗰匹就劍追風啊，四隻馬比較快噶。第五位黑衫咧就開心進馬，咁啊再喺內欄白衫白帽嘅情趣咧，拍住出邊走二搭綠色衫尾四咧就揾妙星。咁啊後多後邊嗰三隻啦，爪王烈焰啦，咁啊呢只快樂生活尾二咧暫時殿後係嗰匹英明神驅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咧就係千二百嘅段處啦，劍追風咧就放頭喎，開心進馬走咗上去又拍住佢。第三位內欄紅運戰士啊，拍住出邊第四咧，仲有呢只就萬事醒啦。第五位粉紅衫大英雄，第六位拍住佢出邊咧黃衫綠色帽咧就係尹妙星啊。後邊四匹馬情趣爪王烈焰，尾二位置係快樂生活包咗六，尾咧都仲係嗰只英明神驅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開心進馬就放咗出嚟，外邊萬事醒三搭都走上去啦，中間第三位咧仲有劍追風內欄，第四咧就紅運戰士啊，第五位外邊尹妙星啦，內欄咧咁啊第六位咧咁啊粉紅衫嗰只大英雄啦，後邊四隻爪王烈焰情趣，尾二位置英明神驅褪咗落去包尾係快樂生活嚟噶。好啦，咁啊入直路咯，前面透出嘅馬咧都仲係呢只開心進馬，萬事醒喺個外邊啊，咁啊見到立出嚟中檔位置仲有紅運戰士啦，外邊追嘅馬啦，有呢只咧就尹妙星啦，咁啊同埋爪王烈焰啦，最出仲有英明神驅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咁啊見到呢只透出嘅馬咧就是、紅運戰士啊，咁啊第二位尹妙星外邊仲有爪王烈焰啊，接近終點，紅運戰士輕鬆贏啦，尹妙星第二，第三名有爪王烈焰同埋開心進馬要影相啊。呢只紅運戰士，留意一下今日咩杯先得噶？香港鄉村俱樂部挑戰杯，連同咁啊，仲有一隻鄉村貴寶起個馬，跑第二名嘅馬咧就尹妙星，第三名爪王烈焰高盤過開心進馬喎。四号嘅紅運戰士啊嘛，賽項潘頓起個馬捧埋杯啊，跑第二名十号嘅尹妙星田泰安啊，霍利士馬房另一匹，七号嘅八号啊爪王烈焰啊出邊啊，蔡明兆跑第三啊，第四名啊七号嘅開心進馬潘明輝。起步都几多，想不到个马摆前啊，剑追风啊，一路走咗前面嘅阻段啊，咪红运战士守咗个靓位啦，好快嘅。啲預計派彩啦，派第一名係四號嘅紅運戰士，獨贏派24蚊，位置派13.5；派第二名係十號嘅尹妙星，位置派19蚊；派第三名係八號嘅爪王烈焰，位置派50蚊；派第四名係七號嘅開心進馬，連贏四搭十派50.5。三重彩四號、十號、八號順序派614蚊，單貼派237蚊。位置 Q 四搭十派28.5，四搭八派78蚊，八搭十派131蚊。又拉咗次头马啲成员啊！头先系团体马啦，呢只啊加利先生，咪仲有尾场咗嗰只红运爵士啊！
嗰只系沈娜噶，不过咁啊，冠军骑师、冠军练马师咁啊，起咗个马啦。嗯。多得早段又多两只唔知咩马喺前面开下路啦，咁啊，接住个好靓位喺潘顿啊，好早已经。所以翻嚟万事醒都好厚啊，翻到嚟早段都唔上唔落咁。系咯。顶住咗喺出边啊，系咯。佢好似有少少系自己走出去喎，听紧大家睇睇啊。后塔三紧一嘅预计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一隔夜热门派16蚊，四连环嘅预计派彩4号、7号、8号、10号派1665蚊。听闻四重彩4号、10号、8号、7号顺序派11167蚊。好，呢边就先见到阿潘顿啊翻嚟复榜，跟住就颁奖啦。咁啊，今晚都冇咗两个话题啊，方家柏800边嘅搞掂咗啦，蔡岳翰未开斋开埋啦。咁、大家呢排成日都讲住呢啲话题，系今晚都完成咗啦，两项啊，奇普敦都赢埋啦。潘顿亦都不再跑第二啊！系啦，见到潘顿啦，马航先啊，跟住就会颁奖。嗯，八档嘅走位做得好好嘅，的确值得一赞啊！咁啊，呢边就值得赞啦。另一边厢咧，应该巡逻影片都可以再睇下黄浩南嘅发挥。好，先睇一个颁奖先啊！乡村俱乐部挑战杯，恭喜马主啦！第五场赛事都已经复榜完毕啦。位置 Q 派彩四搭十派28.5，四搭八派78蚊，八搭十派131蚊。三紧一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一隔夜热门派16蚊，四连环派彩4号、7号、8号、10号派1665蚊。四重彩派彩4号、10号、8号、7号顺序派11167蚊。孖宝派彩头关5号、尾关4号派44蚊，头关5号、尾关10号派16.5。好啦，巡逻影片睇翻啊，睇过晒啲正式嘅派彩。起步咁啊，英明神驅就慢咗少少啦，另外快樂生活亦都唔快嘅。呢只馬翻嚟都收停咗，可能個健康又再出過事啦。入邊咪即係大英雄，中間係萬事醒，出邊就紅運戰士，但係我當係劍追風啦。第五位其實都唔係好夠快，開心進馬騎咗一大輪咧，先至帶得到頭。咁啊，入邊就情趣啦，出邊就揾妙星啦。尾三爪王烈焰，尾二快樂生活，巴尾英明神驅。咁萬事醒咁啊，早段殺咗萬能咧，就開始定啦。一定咧就出邊嗰只劍追風過咗去，自己帶埋頭。唔開心信馬早段都騎得緊要嘅，但又唔夠快啊。咁啊，去到對面直路咧，先慢慢走翻上去。咁啊，但係睇翻分段時間咧，其實步速又唔係話好快啊，只係中等嘅啫。咁
咁啊，呢度都两只拍住两只咁啊，拉开晒。头马就压咗黄金包箱位啦，咁啊，形势都最有利嘅。跟住后面嗰只大英雄，咁啊，落山咧就见阿尹妙星田立安开始踩嘅一阵。咁啊，跟住佢就嗰只爪王烈焰啦。英明神驹啊，佢都好定嘅，咁啊都系惯例冲一段，咁啊但系今日又好似唔好摆得起啊，唔通真系要等千八先得？咁啊程出系越南黑，咁啊呢度到后之后就嗰只快乐生活，咁啊入咗路搬凳就出咗嚟先，咁睇海边边就追上嚟啦，咁啊都系田安嗰只追得较为好少少。演出始终都系准成啦，一揾妙声啊！我睇埋分段时间，头段28秒21，第二段23秒99，第三段24秒04，末段23秒43，赛事时间1分39秒67。